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嘉宏的自然解说。那么今天这盘棋是在野狐的对局，那我是拿白的。前面呢，双方都下新小目，对方这个小飞挂的时候，我采取踢了一跳，这也是最近呢特别流行的一种下法。那这时候简单的二间，三间拆，三人拆的话呢，我就可能右上点个角，或是这边。去小飞挂应该都是很好的选点，不过挂这个的话，可能他要夹我，感觉稍微复杂一些。我可能右上点个角好了，他挡，那我也只有爬，然后他长起的话，这局部白棋有小飞接着爬或者跳三种下法，今天来走这个跳好了。跳的话，他可能会接着贴吧。接着贴，那我如果说长跟小尖两种下法都是有。哎，对方这时候思考了一段时间，这时候如果直接冲断应该是比较不好。如果说冲了断里面的话，我就怎样吃？哎，他是要断，那我就直接吃。这棋虽然我争子不利，不过将来我可以有些引争之类的手段。这样走，我记得应该是黑棋比较不好一些。那不过我现在应该也看起来也没有，也不太想直接引争。哎，这边引得到争吗？不过如果直接跑的话，他就算单虎，我接着长，那他上面拆一个，我局部也未必站得动。所以我现在先不去考虑引争的问题好了。可能在上面走棋比较正常吧，简单分割一个。他如果走这边，那我就拆。哎，哦，他也很老实，就直接提掉。那这样子，他右上角的效率应该不是特别的高。我现在就简单的挂个角，这样子走两颗也是有效的，把他这边给限制掉了。他跳二，哦，跳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点。这棋我可能就直接利用掉算了，点一下。那如果他爬的话，我就拖三三，这是常用的一种整形手段。他扳我就虎一个，然后这时候可能就粘。这样的话也是有防止到他这边打入进来的一个作用，打入我就可以把他歼死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轮到右下走棋了。这边小飞一个，然后再顺便限制住他右边的发展，不然他这个后势如果随便一挂过来，感觉总是能够有不错的发展。他漏24，那我就撞了，把他这个扳住。他这个应该不会想捅进去吧？捅进去被我扳下来，他应该不好。他还是退出来，那我们就扳下。这时候夹一个也是一种调子。如果说我立下的话，他可以往这边靠一个，我冲他可以挡住，因为这个有始终有断的一个弱点存在，所以白棋不敢造次。那如果我粘的话，他也不是度过，我粘的话他就简单拆一个，那夹一下就当便宜了。虽然说这边他有一个靠的这个好棋啦，但是我还是想直接立下。哦，结果他是用飞的，用飞的似乎他夹一下并没有便宜哦。那我这个棋右边我就再拆一个，甚至我是不是可以拆大一点？算了，拆一好了，右下还是有点薄，拆到二的话他随便靠一靠，我好像有点恶心。右边这个还是得补啊。往这走一个，这手棋效率也未免太低了吧？就算真的想补，也是应该补在四路之类的位置。这手棋太过稳健，应该效率太低了。既然他效率都这么低了，我很想要再欺负他两下。哎，下围棋的人就是手贱呐，就是想再多欺负他，再多利用他一下。还算了，上面拆个二也挺好的。
正我周围的棋也都很厚，这个不怕它做大，这个是不怕它做大。哇，这盘棋看起来很有可能就早早的会进入一个收官的格局了，现在就已经直接打上来了，这个打确实也是相当的巨大，下一步还可以再踢，或者他不想踢，可能直接 K 进来也是有可能。好吧，既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点可以选择，那我们就贯彻始终，就来继续欺压他这边，看他怎么硬啊。哎呦，这个应该错觉吧，应该没这么多吧。这棋盘三十，怎么可能？这没什么大的动乱，不可能那么舒服的。这棋我能扳下来吗？扳下他如果打了吃的话，我这边的真子，右边的真子怎么样？哎，右边的真子我刚好不利，那这个就悲剧了。这个我能扳上边吗？板上边应该，哎呦，板上边好像也不太行。他如果简单的打了爬，不过应该还好，我应该不怕，应该总是不怕的。这边我就尽量把自己棋子走轻啊，我不要把自己弄重，我尽量走轻。反正这边我只是利用两下，并不是说要在这边做什么大事业，就随便玩玩两下就好了。哦，他这个也很乖啊。非常的乖，长了长，长了长边刚好一小尖，下面官子亏了，好像没意思。不如我就直接虎吧，直接虎，那他应该会单长回去。哦，但这棋千万不要去敲这个，敲这个是大俗手。然后呢，中间。虽然我刚刚说不想把它走重，但是好像现在这棋确实有点重，只好继续贴了。继续贴，它这个肯定不硬我了。这个扳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扳了，哎，想不到它还接着硬。不过这棋扳了，它会不会要断我？现在开始读秒。我是不想跟对方在这个地方过多纠缠的、啊。这扳边一断。好像并不理想。扳边断不太理想，那我们就简单跳好了。反正他这个长出来，这边也实在没啥意思啊，都是一坨很重复的东西。反倒是我中间多出一些子力，这一串交换应该还是白棋还可以啦。总是我多出一些子力嘛，那他这边反正本来就很厚的东西了，我就。也没什么差，哇，他真的还直接 K 进来。这边我能不能先来搞个劫，先把他这挡下来。他肯定是要先提一下嘛。哦，不过问题出在于我好像全盘没解，是不是？这就比较尴尬了。这边这个是解，他的解很多啊，我是没解啊。我没解的情况下。我操！我刚刚一时没留意到劫财的问题，哎，这就尴尬了。我先用一次，感觉有点浪费。先过去是棋吗？怎么看起来不太像？直接黏住会不会太臭、啊？看起来太臭了。啊，虎过去，不会下，没劫财，这实在是难搞。虎过去是棋吗？算了算了，他应该接着贴出，那我们就不提他不一定理我，提说不定他扳过来，那反正他看我没劫财，那就。这个我先搬过去啊，搬过去他应该是会搭一个，嗯，没有错。这样的话我就长过来，
传过来，然后搬这个，搬这个还是腿？我靠！哦，我一时没注意到这一下藏不到，藏的时候被他一断，被他一搬。我靠！现在最近状态真的是不太行啊，最近状态确实是太差了，差得很。不过我好像可以立下之后往这一段，如果他要吃的话，他会被我完全包在里面，他应该不便宜。他如果坚持要吃的话，就是挡嘛，挡那我就断。那他如果还得收气，那我再敲一下在这一顶，他应该哭了吧？这个棋，他吃这个应该不便宜啊，所以说他现在应该不会再吃了，可能会粘回家，粘回家那哎，他还坚持吃啊，那我就这一段，这个他应该不理想。他现在应该不会再坚持吃了吧？这吃完我就一敲一顶，而且他吃完甚至没活，吃完往这一煎好像还死了。对啊，那他现在也只有冲出嘛，那我们就反倒再把这两颗给收回去。哎，这样子他搬下来好像亏了。嗯，他本来如果单粘的话还不错，他现在走两下反而是亏了。然后呢，这起边飞到好像不舒服，我自己跳一个好了，自己跳一个还是必须的吧。他现在被我飞到的话，他现在把我飞进去的话，我好像整上面还没活，所以跟着他走两下好了。而且他这个立下有半先手的味道，立下之后一飞脚上是打结活，这边跟着他走两下好了。免得等一下还得做活，特别痛苦。这一下要不要接着藏？哦，藏掉好了，看他补不补。哦，他还是补了，比较老实。这样上面反正是活的，反正是活的，那我就中间利用一下。中间跳个。然后现在这节反正也不大了，现在这目数怎么样？应该也差不多，中间比较虚。中间比较虚的话，是不是还是走个棋比较好？中间确实还是有薄位，我用长刀跳的话，感觉有一些点进来的味道，比较臭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打劫了，先提一个。有节先提，总是不会错的。哦，他现在会不会直接卡断我，把节做大？哎，他找这个，他现在等于又开一个节，其实右上我是有可能给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就想粘起来，因为这劫总是我没法往这开，我全盘毕竟没有劫，我没法往那开。哎，他左上不硬啊，这个断很大哎，他刚刚如果粘的话，我还得补中间呢。这他不走，这个断死很大，这个角其实反而没那么大。他现在如果还得补一手的话，我可能这边还有一利用。这个角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大，其实反而没那么大。我现在还可以往这边利用一下。哎，现在是利用时机不当，因为他这边毕竟还有东西。9 8 7 6 5，没地方下。没地方下，突然不知道下哪了，还是跑去点了。但是我刚刚说这个时机不当，哎，他直接立下好像也蛮臭的。我现在冲他是不是可以立在这步棋啊？问一下他的应手，
但是单立我往这搬，这局部也是很复杂的。我好像不一定能行，挺复杂的，搞不清楚。哦，倒也不复杂。我搬的话，他就简单跳好了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我刚刚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哦，不过搬他如果往这边有一颗子的话，搬他挡的时候，我可以搬在这，还是有一个打劫。还是有一个打劫。但是我现在往这边走，他应该不理我。但是这脚也没那么大。这样我刚刚走这个好像亏了，被他白白的补干净了。刚刚看错了一个东西，刚看错，以为我往这边搬还有棋，不过搬他就跳，我突然就是被他打死了。这我刚刚误算的有点严重。然后我左上角一吃之后，其实中间的薄位就全部都没有了。我刚刚这里他应该还是得站啊，他下错了。右边点一下，其实白亏了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傻了。立下的话，我补个棋吧。连扳他妈要吃个边，好像不舒服。不过粘被他捅出来，唉，总是两边无法兼顾的感觉。长刀他也是贴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要想围中间了，我就粘住吧。他应该是会捅，中间就不围了。做人就是要这样，有所围，有所不围。只是那个围好像不太一样。这个尖，好，把这个尖住。右上角如果归他的话，这棋应该还是细吧。哇，那他主动把这个我飞去他的一个毛病给补掉了，这样我就没得利用。不过倒也没差，其实这个劫我一直都打不动，就算真的有劫，我一直都打不动。我全盘毕竟是太保，这边这个板年下步有个夹入，好像挺大的哦，这个好像不小。他这个应该是没心情补啊，现在二路跳这个应该更大，他这边应该不会补。哦，他用拐的，莫非他想用夹的？夹的确实也很恶心，夹我敢立吗？夹我也不一定敢立啊。这边确实有点恶心呢。哦，算了算了，夹是你的，让你夹吧。这棋应该还是偏细吧。虚在这，我虚在这边，他有个二路跳。局部有点臭味，先贴起来。他会不会要碰在这边，还是什么挖割了？感觉他会在这个右边有一些花招。我先不管了，先不管他吧，先装没事吧。毕竟这棋优势也不大，不要下得太松。我刚这板年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是不是应该挡左边呢？也搞不清楚。接着，他单场哦，单场这棋我敢脱先吗？冲了断掉。哇，很恶心哎！很恶心哎！补在上面好了，我现在剩两次，不能用的太随便。这贴我还得接着硬吧，这不硬被他拍过去太大了。
这棋确实好像并不领先啊，不能下得太随便。刚这我好像还是应该利用掉，他应该会补。打吃，那他是打吃，好像没有防到这一甲吧？确实没防到，直接立下了，这么乖。那我也补一下。我补在这边好像不够积极，反正我只是想补夹断的问题，夹进来的问题嘛。是不是能补在这？我补在这边好像比较积极一点。啊，还是说我补在这边？我补哪边好像都是漏风的，好像也围不起来。他如果要往这边贴一下的时候，我就再补这个好了。这样可能比较理想。或者我接着炒。哎，不知道。关子确实也是蛮头痛的，不知道怎么走。走这边第一杆是想贴了。hold 得住吗？第一杆想先贴起来再说。想把中间目数给撑大。想撑这个目数，不过他现在应该是要冲断我。冲断我之后他是想连扳是吗？哦，这关子啊。这边的我等一下可以搭过来，好像还蛮舒服的。断在这，我能不能吃这里？吃那里没有便宜啊，我还是粘脚上，反正他现在也不会顶过吧？顶过我挡，他只是把这溜回家，中间被我拍了，反而他亏了，所以他肯定是走中间。当他走中间的时候，我再回来补这个就行了，或者我打一下再补，打一下再回来补这个就行哦。他是要开解啊！我靠，开解我好像全盘还是偏薄。哇，这个解啊，就忘了他有开解这一个本领。他这解开下去，我确实要哭了。全盘还是无解啊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刚刚有点下的太随性了。这我整粘回去被他这一提啊，中间的木全亏掉了，哇，亏多了，亏多了，我现在只能亲眼看他把这个劫给直接轰掉，完全打不动啊。刚刚这个打有点下得太随性了，我应该单粘回去，这棋等于单粘，然后他补的时候我没事往他这边一扑，哇，那是肯定是亏多了。他这个冲虽然也亏一点点，不过毕竟是亏的太少了，跟我这个相比，确实他根本也没什么亏的。尝一下好了，哎，关子确实是太臭了。现在这棋比较细了，虽然说一直都是很细吧。我靠，还跑来这边利用一下，这个确实也很痛。
只能给你哦，我现在就免费碰一下。嗯，他不是要碰啊？我以为他要碰哎。他不碰，那我这个打靶应该是最大的了，这个非常实惠。这打靶完，肯白起小幅领先一些些，贴着。还想拐他一下。拐这个棋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算了，中间还是先走。他是不是想在中间成空啊？贴，还是只是想要清消我中间的目数？哦，这棋好像输了，好像输了。这颗救起来也是很大。哦，硬不好，这边硬不好，我干脆把他这个救起来。这个拉回来很大了，不走的话随便飞一个特别大。把这拉回来，这边顶了之后，各种气劲，臭味，真的是很臭哎。不过还好，暂时看应该是不会出事情。补个棋好了，跳一跳。嗯，盘七，感觉撑不太住，很细了。而且白棋全盘偏薄的情况下，可能目数也会比较松。可能等一下，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搜刮了，像这边靠一靠，中间又长木了，这还真讨厌。嗯，欸，不过他靠这边的话，他这里中间本来有的一些些潜力，好像也不见。就一体两面吧。欸，他怎么不挤啊？还是说挤也不一定好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不懂。我很想往这边拐一下。我很想拐往这边拐一下，恶心他一下，因为他如果挡的话，挡的话我可以补回去，这样他这边要补这个靠进去的问题。不过他应该会用撞的来补啊，这样等一下他可以冲两下，好像也不便宜，好像也不便宜啦，不会没差。这边飞他，限制住他这边。哇靠，细得很啊！感觉应该是白棋不够，我的感觉啦，感觉是刚刚这边亏完之后，好像白棋就不太够。
哦，他如果不走的话，我很想飞进来，刮他一波，拖这个，拖这个是有棋是不是？哦，他只是要团，团那我就坐眼，拖这个好像不一定便宜啊。感觉要输，感觉要输啊！尖这个，尖这个大还是虎这个大？虎这个感觉有点大哎。虎这个感觉有点大哎，但是到底大不大，我是不敢说。哎，他秒应一个，那我再尖这个，这棋好像还是不够啊。刚刚这边亏完就不够了，感觉确实不像够的样子。哎。最近确实状态不太好，或者说一直都没下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确实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练棋啊。我唯一练棋的时间就只有拍自战解说，或者是说拍失败的自战解说这一些时间而已。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练棋啊，这当然会退步的。还被他先冲一下，不够了。还输了比较多啊，感觉上。下下去应该是没机会。哎，别下了吧，直接投降。嗯，最近确实一直都下得不太好，感觉连对七段的也下不赢。嗯。好，从头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前面倒是感觉调子还不错，怎么后面好像一直出问题啊？主要这哦，这一点确实太臭了。因为点完被他一立，那冲的时候他就可以立。我当时看错，以为说他不能跳，不过跳的话我这边确实也活不了。这点完的话是白亏的。就什么也别下，虽然说劫是打不赢，不过至少摆着也比实战把它直接卖掉要好很多。太臭了，不然就是造个劫吧，别随便走一走，随便走一走，造一些劫。他现在比较大的劫看起来也就这个，哦，还有上面。那、哦、不过这样子确实造劫也不行，劫彩总是不够，但是也不要直接卖掉吧，直接卖掉实在是太臭了。啊，不知道下什么。这边是不是还是应该这样子走？围中间，不知道。我当时实战是想说，这个边弃掉好像也很大，还是想要，还是不想轻易卖掉。然后这个板年也许应该挡，那时候不挡，整个都变很薄。这立就给你立吧，也不知道，搞不清楚。然后实战这个教吃有点想当然了，这个明显应该直接单粘，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会补，他应该也会虎吧？虎，哎，虎刚好被我戳进去，不行，他应该是会粘。实战被他直接提掉了，到底是在搞什么东西啊？
走成这样子的话，这棋至少也还比较有机会。实际上这边本来就很细的棋的情况下，又白亏这个就早就不够了。对啊，然后实战后面也都很正常，走到最后大概盘四吧，也就是不太够了。这黑棋也没有什么多点的目，那这个白棋肯定不够。最近状态确实不太好。好吧，那这盘棋就跟大家讲到这边，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